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和平吉他社第十二届，然后我是十二届的副社长，叫哈比，然后他是十二届的公关，叫做真龙，要跟大家说句话吗 ？Hello， 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他是活动。然后他是我们的教学小鱼，然后他是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教学叫李佳豪，佳豪。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是高三，刚毕业没多久。然后还要考试，里面只有一个大学生而已，其他三个要在7月2号到3号还要考指考，对。然后其实现在蛮紧张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很多时间练这首歌，然后还有一个人被硬推上台这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那个旅行的痛痛飞。他们可能还要需要一点时间。手掌心。